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进行的是由我金迪在这为各位服务的音乐厅节目。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青年作曲家司国正司老师他的作品。那么他的作品啊，在全世界各地啊都被收藏，比方说他被匈牙利布达佩斯音乐学院，还有匈牙利国立音乐学院，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匈牙利布拉格交响乐团等等啊，有许多的这个国家都收藏他的作品。那么我们刚才所欣赏的是他的一首长笛幻想曲其中的一部分啊，还没有欣赏完这首曲子，那么我们现在就继续来欣赏司国正司老师他的作品长笛幻想曲。Thank you.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青年作曲家思国正的作品，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介绍到这儿了。我们刚才所欣赏的这首曲子是思国正老师他的《长笛幻想曲》。那么思国正老师他的许多的作品啊，都是被收藏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学院或者是图书馆里面。那么他有很多的作品也都是国际得奖的作品。那么今天为您介绍他的作品，暂时的介绍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零点的《今夜十分不寂寞》这个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